到一个垫高，就是谢老师指导，有一个垫高的小机关。好，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咸酥鸡，就是这是老板的手，那前面是那个炸好的那个鸡块，再做一个沥油的动作，这样子就会比较香，比较不会那么油腻。那第三位老师做的是钓鱼摊，那钓鱼乐趣这样子，那他透过这个整个操作的过程，可以让鱼竿钓到前面的那一条鱼。好，以上是我们的小组分享，谢谢。超可爱的。好，谢谢。这有没有感觉？现在就想要去逛街了哈。有。